前不久，雷宁八号曾经成功打入快乐星球内部，破坏了他们的防御系统，给我们制造了消灭快乐星球的绝好机会。但是，由于当时的首领太无能，错失良机。这件事已经输入了我的历史记忆系统。这次你去快乐星球，困难要比008号大得多。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取得老顽童的信。经过上一次的教训，老顽童不会再轻易相信外面的人了，所以你必须学会随机应变。我明白了，就是撒谎不眨眼。不仅要会说谎话，而且还要学会善于观察老顽童、艾克、艾雪他们的心思，要让他们同情你，这样你才有机会留在快乐星球。是，我知道，如果他们不相信我，我就哭。孩子们，现在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，问我还来得及。叔叔，我们正在讨论太阳池的安全问题。讨论这么重要的问题，怎么能离开我呢？叔叔，你说把太阳石放在哪儿最安全呀？理论上，放在叔叔这里最安全。你也是不安全因素之一。那是以前，现在不同了。我觉得小鹿说的没错。我知道了，就算是我死了，你们也不会相信我。时间不早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你们也该回家了。老顽童爷爷，你好。太阳星球已经占领了善良星球。哼，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了。哎，是艾雪。老顽童爷爷，爸爸和周小航已经把太阳石找回来了。好。但是怎么了？但是棒棒说太阳石的能量好像完全消失了。好。还没有结果吗？不行，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效果。那是为什么呀？有可能，我是说有这种可能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太阳石已经进入休眠期了。休眠期？换句话说，就是它所有的功能都已经关闭了。那就是说，它和普通的石头完全都一样了。可以这么说。只不过这是我的推测。大家你争我夺的，竟然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准确的说，它暂时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我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您给我编织的经历能骗过老顽童吗？
故事不是我凭空编造的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的身上。现在，你就是他。他的爸爸妈妈被我们杀死了，他妈妈在临死前把他塞进一个小型宇宙飞行器，让他去找快乐星球老顽童。他妈妈认识老顽童？对，不但认识，而且还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在快乐星球遭受 M 星球攻击的时候，他妈妈给老顽童提供了大量的情报，这才使快乐星球得以转危为安。可以说，他妈妈是快乐星球的大恩人。但是，他的妈妈怎么也想不到，他的宇宙飞行器被我们截获了。我是他的复制品？是高级复制品。我们采用了最先进的人体复制技术，所以在你身上找不到一点机器人的痕迹。老顽童即使再聪明，也发现不了你是个复制品。他还活着，也许以后我们还会用到他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出发了。是，祝你好运。我会成为黑暗星球的功臣。叔叔，闪烁。见最后一面，叔叔要走了，以后你要照顾好小鹿，照顾好妈妈、爷爷、爸爸。如果咱们以后有缘，下辈子我还做你叔叔。叔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那个坏蛋要逼我拿出太阳石。哪个坏蛋？就是绑架我那个。他说12点之前，我要是不交出太阳石，他就杀了我。你放心，你就待在咱家，他杀不了你。他只杀不了。炸弹会杀我。炸弹？什么炸弹啊？他为了让我能交出太阳石，让我吃了炸弹。但是我已经决定了，就算我死了，也不会交出太阳石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说了可没人信。你别动啊，等着我，马上回来。小航，12点之前你一定赶回来，顺便带点吃的。真是有点饿了。帮他把肚子里的炸弹取出来。对，12点他就会爆炸。让我想想，快没时间了，你就别想了。你别急啊，我答应你。那咱们快走。哎，让我再想想。你不是已经答应过我了，还想什么呀？对啊，我答应你，但是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。
你让我想想，怎样才能排出肚子里的炸弹？你要多长时间？快的话两三秒，慢的话十天半月。十天半月，我叔叔就光荣牺牲了。牺牲是有可能，但总不能算是光荣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给我开玩笑？你让我想想。你急刹车也不跟我说一声。飞行器已经在我们上空徘徊了好久了。放大一点，让我看清楚。再大一点。这是黄金星球的标志。黄金星球已经被黑暗星球占领了。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连接到它的通讯系统。好吧。棒棒，你要找什么呀？找一个人。方小强回来了呀？不，不是他，是另外一个人。这屋子里就我们两个，还有谁啊？有。听我通了，快，你说吧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他听到了，快接着说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就会说这一句？那你要说什么？你问他叫什么名字，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呀？我叫艾雪，你叫什么？我叫豆豆。哎，在这儿呢。在哪儿啊？我怎么看不到？他是不是隐身了？这就是你要找的？就是他，叫做微型智能机器人，填补了快乐星球微型机器人领域的空白，荣获快乐星球第七届发明大赛的铜奖。嗨呀，我还以为金奖呢。有一点缺陷，能给一个铜奖就已经不错了。也是，这铜奖也是蛮好的。哎，你这发明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就更充分的说明我棒棒的伟大发明太多了。咦，是个男孩。你多大了？十岁。你家在哪里？黄金星球。你这么小，你家里的大人放心你出来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偷偷跑出来的。不是，我家没人了。你的爸爸妈妈呢？我们的星球被黑暗星球占领了，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抵抗黑暗星球的侵略被他们杀害了。好可怜啊。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？我妈妈临死前把我放在一艘飞船里，希望我能够到快乐星球。这里是快乐星球吗？没错，这里就是快乐星球。我可找到你们了。哎，你们在和谁说话？麦克，你在和他说话。他叫豆豆，爸爸妈妈都被黑暗星球的人给杀害了，好可怜哦。他？我要把这吃下去吗？对，把它吃下去。我肚子里已经吃了一颗炸弹，如果再吃一颗炸弹的话，我就完蛋了。而且是双保险，911也没这么隆重过。放心吧，叔叔，这不是炸弹。棒棒，你给我叔叔解释解释，这是我的发明。叫微型智能机器人，你把它吃下去，在你的肚子里
按照我的指令拆除你肚子里的炸弹。然后呢？然后再顺着你的食道跑出来啊。不会有危险吧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绝对不能怀疑快乐星球伟大的发明家棒棒。不要这么说呀，做人要谦虚。好吧，我就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味道好极了。他为什么要来我们快乐星球？当然是避难了。我看不一定。那你就自己问他吧。豆豆，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快乐星球？因为只有快乐星球能打败黑暗星球，我要在快乐星球学习知识，掌握技术，摧毁黑暗星球，为我的爸爸妈妈报仇。如果我们不收留你呢？你说什么？你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？不会的，我妈妈说过，快乐星球上的人是最善良的，他们把帮助别人看作最大的快乐，你们一定会帮助我的。你听听，人家才十岁，多会说话。就是，豆豆，别听他呀，他跟你闹着玩呢。我是说，如果我们不收留你，你会怎么样？那我只好去找我的爸爸妈妈。豆豆，等等，他不收留你，我们收留你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放你着陆。别动，他是黑暗星球派来的奸细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没有证据的话可不要乱说。暂时还没有，这只是我的推测。是奸细还能哭得这么伤心，机器人根本没有感情。你什么时候见姬老师哭过？别吵了，不要因为我伤了大家和气，我走了。等等等等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去找朗文通爷爷。你，叔叔，你躺好了，行，打开电脑。棒棒，快点行不行？我已经吃了一个炸弹，现在又吃了一个机器人，我这都快成星球大战了。哼，放心吧，我通过电脑向他发布指令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棒棒，你可要小心点儿，我这里面可都是原装货，弄坏了没得换呢。瞧，你看这种机器人用处可大着呢，可以代替人做无创手术，做得再小一点呢，可以进入人的血管，治疗人的心血管疾病。棒棒，你等一会儿再做学术报告行不行啊？别急，机器人正确定你肚子里的炸弹位置。的主意，哼，周小豪，是太阳石重要还是你叔叔的命重要？哎，你千万别伤害我叔叔，实话告诉你，太阳石已经休眠了，你拿着它也没有用，只不过是一块破石头。一块破石头你也要啊？12点，现在11:45。那好，等一会儿让我叔叔给你送过去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开始工作吧。
棒棒，能不能要轻一点？可以，不过时间会长一点。没事，棒棒，就这样吧。想想他们说，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？棒棒，一定要在12点之前解决问题。如果不出意外。好苦，临死还要这么折磨我，我的伤口。主机坏了，那怎么办？都怪我叔叔买这二手货，经常都坏啊。我房间有主机，拿它来用吧。好，走，快走。还有没有能用的？高能电池已经耗尽了，地球上找不到同类产品。我说清点清点我们的设备，看看还有没有可以用的。哎，自从离开了黑暗星球，咱们的装备的能源得不到补充，大部分已经报废了，只有这么几件也支持不了多久了。太阳石，太阳石，如果我们拥有太阳石，这些难题都会迎刃而解。太阳石，太阳石还在周小航手里。周小航，周小航，我就不信，我就对付不了这个小毛孩子。你忘了，上一次008号混进我们的星球，破坏我们的能源系统，给我们造成多大的危险？可是008号是大人，他只是一个小孩子。谁说奸细就一定是大人？我看他怪可怜的，爸爸妈妈都没有了。也许那些都是编出来骗取你感情的故事。那万一这些都是真的呢？那万一是假的呢？哎呀，你给我说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维持现状。那你让豆豆一个人在太空里流浪，他会被饿死的。如果他是一个机器人，那么你的担心就是多余的。那万一……你又来了。thank you.
叔该走了，永别了。抓我，哼，去死吧。奇怪了，叔叔啊，叔叔你醒醒啊，叔叔啊，叔叔啊，你快醒醒啊，叔叔啊，叔叔啊。没关系，他是自己下晕过去的，我的机器人在最后紧张关头把他肚子里的炸弹给拆除了。嗨，我还以为他怎么了呢。那你快把他叫醒吧，刚才真吓坏我了。看来你对我的发明还是没有100%的信任。我问你，你摇头？摇头说明没问题了。那你还这样？上次代表完工了。啊，这是代表完工？我还以为是没救了呢。好了，起来吧。你再等一下，他马上就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助人为乐是我们快乐星球的传统。我真羡慕你们，你来到我们这里，我们做朋友，你也可以很快乐啊。我想跟你们做朋友，可是我没有这样的福气。没关系，老顽童爷爷来了，他一定会收留你的。是吗？当然了，老顽童爷爷心肠可好了，不像某些人。你说谁呢？我又没说你，你心虚什么呀？现在黑暗星球到处侵略，你们提高警惕也是应该的。嗯，听见了没有？提高警惕是应该的。来人，在。3843号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他乘坐了宇宙飞船，已经在快乐星球上方停留很长时间了，一直没有降落。哦。难道他遇到麻烦了？按照您的指令，为了避免快乐星球的怀疑，我们没有监听3843号的通讯联络，所以他目前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。快乐星球人的警惕性真有这么高？主人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帮帮他，派一艘战舰上去，对3843号的飞船进行攻击。记住，只许攻击飞船的非关键部位。是，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。通知008号立刻回来。是。我要双管齐下。活着的感觉真好啊，就是有点饿了。活着，棒棒，棒棒，谢谢你，棒棒。哎，没关系，举手之劳，助人为乐。棒棒，你就是活雷锋啊！叔叔，你看你已经好了，我们也该走了吧？对呀。好，改天我请你吃饭，谢谢。谢谢啊。008号，我是008号。首领二代命令你立刻回来。是，我马上回去。你
有办法让太阳石从睡眠状态重新激活呀、啊？应该有办法，只不过我们还没有掌握。哎，在楼兰的时候，太阳石为什么有那么大威力啊？不知道，也许和那里的地质环境和地质构造有关。哦，哎，小航，你怎么会突然想到楼兰？哦，没什么。走走走，嗯，小航，胖胖。叔叔，有事吗？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卫星炸弹排出来了。臭死了！没有危险，没有危险。炸弹是排出来了，可你的卫星机器人还在我肚子里呢，什么时候排出来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不说了吗？它还从食道出来的。是啊，它会从你的食道里爬出来，但是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了，也许两三天。也许两三个月，也许你就别也许了，也许还一辈子呢。唉，没办法，在他完成最后一项任务之后，就不再受我控制了。这是我的发明的唯一缺陷，如果没有这个缺陷，我的发明就可以得金奖了。等你的发明得金奖了，机器人不得在我肚子里玩星球大战啊？到时候找谁投诉去啊？找谁投诉？找谁投诉？找谁投诉啊？叔叔，我给你想个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呀？这能行吗？就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好，就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棒棒送给你了。小航你要吗？臭死了，臭死了。冬爷来了，老顽童爷爷，你可来了。你们说那豆豆在哪儿啊？豆豆，老顽童爷爷来了，有什么话你们只管说。老顽童爷爷，豆豆，先别哭，有话慢慢说。我妈妈。你妈妈她怎么了？我们的星球被黑暗星球侵略了，我妈妈被他们杀害了。我妈临终前让我到快乐星球来找你。找我？你妈妈认识我吗？认识。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？希瑞。希瑞。哦，你是希瑞的儿子？是。哎呀。是黑暗星球的战舰，引导豆豆降落。是，豆豆，请做好准备降落。老顽童爷爷，报告主任。3843号的飞船已成功降落快乐星球。命令我们的战舰立刻返航，切断同3843号的一切联系。是。从今以后的事情，就全靠他自己了。你妈妈是一个非常勇敢，而又乐于助人的人。当年，她冒着很大危险给我们送来了许多情报，帮我们战胜了 M 星球人。这事儿我听我妈妈说过。哦，看来豆豆的妈妈还是我们快乐星球的恩人呢。艾克，你听见了没有啊？你妈妈遭遇不幸，我很难过。艾雪，你帮豆豆安排一下，让他在我们快乐星球开始新的学习和生活。谢谢老顽童爷爷。豆豆，我们走吧。我也去。老顽童爷爷再见，阿哥再见。老顽童爷爷，您真的要收留豆豆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万一他是黑暗星球派来的奸细怎么办？
这个担心很有道理。郎同学，要不我给他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测？好，不过要秘密进行，不能让豆豆发现，毕竟人家是我们的客人。郎同学，我明白。首领二代，我回来了。太阳石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根据周小航说，太阳石进入了休眠期。太阳石休眠了？是的，起码周小航是这么说的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，那么太阳石不过也就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对我们，对快乐星球没有丝毫的用处。是的，您说的很对。我们放弃对太阳石的争夺。放弃？对，让首领和快乐星球的人去争那块破石头吧。可是万一太阳石被快乐星球的人所激活？如果太阳石从休眠状态醒过来，那时我们早就把快乐星球给消灭了。哦，消灭快乐星球？对，消灭快乐星球。我们做完实验累的时候经常来这里玩，这里太好玩了，比我们黄金街好玩多了。我们那儿的大人只顾赚钱，从来不陪我们小朋友玩，也没有给我们建好玩的地方。嗯，那你们那里的大人把钱赚够了，该干什么呢？还是挣钱，钱再多也不买。怪不得叫黄金星球呢。嗯。哎，你们都在这里啊？艾克，他们带我来这玩。艾克，你来这干嘛？我嘛，我也来陪你们一块玩。那咱们一起玩。好啊。嗯，这个呀是机器人的构造图。豆豆，来这里玩，这边好玩。啊，对了，首领二代，那我们既然已经放弃了对太阳石的争夺，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从地球上回来了呢？不，你不但不能回来，而且还要把在地球上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。首领二代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我要用你把快乐星球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，让他们以为我们还在全力以赴破釜沉舟地争夺太阳石。啊，这样我就有点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您是想要利用我？对，这叫做声东击西。嗯，可是您说老顽童他会上当吗？会，他一定会。艾克，你还在怀疑豆豆啊？我相信科学，在实验结果出来之前，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观点的。那要实验结果证明你错了呢？不会的，我相信科学，我也相信我的预感，实验结果也会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。哎，你太固执了，你太容易相信假象了。算了，不跟你说，去找豆豆玩去了。哎，艾雪，你千万不要让豆豆进入我们控制中心。哦，对了，他最近有没有问你关于我们防御系统的情况？没有。你小豪，太阳石已经进入休眠期了，太阳石保护不了你，所以我给你一个东西，也许你能用得着。什么东西？嗨，玩具枪。不是玩具枪，是激光枪。不行，我不能拿，在我们那儿拿枪要持枪证的，不然是犯法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008号和首领得知太阳石进入休眠期以后，随时都可能采取暴力行动，
所以你一定要保证你和你家人的安全。我明白了，我会在暗中保护你的。谢谢您帮忙。谢什么呀，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，只有一起对付黑暗星球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小航，你害怕吗？我不怕。蓝东爷爷。蓝东爷爷，豆豆的实验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已经跟您传过来了。让我看看。我不相信黑暗星球的科技已经达到这个水平。从实验报告看，豆豆的人体基因结构完全符合黄金星球人的标准。这个结果有两种可能：一，豆豆就是黄金星球人；二，黑暗星球的人体复制技术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也许是我判断错了。你把豆豆的飞船检测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出一些破绽。蓝东爷，你也怀疑豆豆？不，我倒不是怀疑什么豆豆，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们不得不多加小心。008号的教训，我们不能忘记呀。是，我现在立即就去检查豆豆的飞船。可是，我还有一个想法。说。我想通过黄金星球的朋友，让他们把豆豆的人体资料传输过来，和我们的数据进行对比。如果相吻合，就证明他是希瑞的儿子。这个主意不错，但是要抓紧时间。是。我会用算术数清所有的星星。